什么好吃的呢？哇，欢迎大家来到果果美食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红果果。那今天呢，在我们的美食屋里呢，要做什么美食呢？就是烤牛奶。哇，听这个名字就是非常好吃的一种甜品，小朋友们是不是已经迫不及待了呢？别着急，在做美食之前，我们先来认识四位可爱的小朋友。小嘉宾谢安琪今年五岁，小嘉宾陶泽谦今年五岁，小嘉宾张肖洛今年六岁，小嘉宾尚洛佳今年五岁。默默飞在西小手，看谁跑跑多有多，我们四位可爱的小厨师，那我们的手已经洗干净了，接下来呢就可以来做美食了。但是在做美食之前呢，红果果要来问问你们，是不是小朋友每天都要喝牛奶？是啊，是啊。是，为什么要喝牛奶知道吗？知道，因为会变白，头发会长长。说得真好。这个喝牛奶啊，可以让自己变得怎么样，非常的健康，非常的强壮，是不是还能变得白白的，是不是啊？总之啊，我们的牛奶呢非常的有营养。那你们爱喝牛奶吗？爱。那除了喝牛奶之外，还喝过哪些种类的奶呢？酸奶。酸奶。哎，今天红果果给大家准备了三种奶，你们来品尝一下好不好？分别是骆驼奶、牛奶还有羊奶。我们每个小朋友啊，可以来浅浅的尝一尝，看看你们喜欢哪种奶好不好？好。来尝一尝吧。
这边是，哎，上面都有这个图片啊，显示的是什么奶？喝完之后告诉我你们最喜欢哪种口味的奶啊？哪种奶最好喝呀？牛奶，我觉得你喜欢喝牛奶。我喜欢喝羊奶和牛奶。哦，喜欢羊奶和牛奶。这边呢，小朋友，我喜欢牛奶。喜欢喝牛奶，还是喜欢喝牛奶，是不是？那芊芊呢？我喜欢喝羊奶。羊奶，哎，为什么没有人喜欢喝骆驼奶呢？为什么呢？我喝。确实，骆驼奶口感很奇怪，没有牛奶那么的鲜美啊，啊，很有意思啊。电视机前小朋友有机会的话，可以品尝一下这三种奶啊，还是很奇妙的啊。那接下来我们做个游戏好不好？好。桌上呢摆了很多的食材啊。大部分呢都是用牛奶制成的，有一些呢不是牛奶做的，我们来猜一猜好不好？第一种能看出来是什么吗？面粉。这是面粉吗？知道了。是什么？是奶粉。所以它是奶制品，对不对？嗯。哎，那第二种认识吗？豆腐是用什么做的？豆子。用黄豆做的，对不对？所以它不是奶制品，对不对？对，这个呀就是稠稠的，跟牛奶有点像，但是它味道酸酸的。酸奶是用什么做的？同样也是牛奶做的啊，很棒。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做今天的美食，烤牛奶。好，做这个烤牛奶的食材呢我们已经准备好了。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主要食材，就是这个噔噔噔噔，刚才小朋友们品尝过的什么呀？牛奶啊。首先我们准备一个大碗放在我们的面前，然后呢把牛奶倒进去，倒一半就可以了啊，因为我准备的牛奶有点多，倒的时候小心别漏出来啊。好，牛奶倒完之后呢，接下来呢我们要倒这个了。认识这个是什么呀？奶酪啊，我们吃披萨的时候是不是会拉丝的那种，就是奶酪。好，我们把这个奶酪呢撒进去，多撒一点啊，非常棒，可以多撒一点啊，抓一把。接下来呢我们要往这个碗里呢来一勺白糖。我一点点就够了。这个小朋友认识吗？面粉。哦，还有什么呢？我们妈妈做饭的时候会往这个炒菜里面放一点盐。它准确的说是玉米淀粉。对，我们把整个倒进去啊，一会儿就会变得稠稠的。好，所有食材倒进去之后呢，我们用勺子给它们搅拌一下，让它们成为好朋友，因为它们混在一起了呀，是不是？搅拌完了之后呢，接下来呢就是关键的步骤，我要把它们熬煮一下，然后呢放进冰箱里冷藏2个小时。冷藏后的这个牛奶就是这个样子的，咚咚咚咚，觉得像什么呀？像一块小豆腐，对不对？或者是像一块小蛋糕，是不是啊？接下来呢，我们在它上面呢涂抹一些鸡蛋液，最后呢，我要把它放进烤箱里烤制一会儿就可以吃啦。那在吃美食之前呢，我们先来收拾桌子。将芝士倒入牛奶中，再加入玉米淀粉糖，搅拌均匀，
加热搅拌至浓稠。第二步，将熬好的牛奶放到冰箱冷藏两小时后取出，并切成小块。第三步，在奶块上刷上蛋液，然后放入烤箱烤熟，美味的烤牛奶就做好了。啊，欢迎回来。接下来这个环节呢，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品尝美食。那今天我们做的是什么呀？烤牛奶。所以我们来尝尝这个烤出来的牛奶是什么味道的，好不好？好。来，一起来吧，开动。味道很棒哎，有点像这个甜甜的，这个有点像蛋挞。嗯，有点像蛋挞，有点像奶酪的味道，是不是呀？好吃，胡萝卜姐姐太好吃了，谢谢。那是因为你自己做的好吃，对不对？今天呢，我们实在是太优秀了啊，做了这个烤牛奶。那我听说呢，我们的好朋友也给我们准备了一份礼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我们的好朋友，这份礼物我们非常的喜欢。最后，让我们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一起说：一起动手，一起尝，小朋友们棒棒棒！请你像我这样做，我就像你这样做。玩具乐园，玩具乐园，这里有我的好伙伴。玩具乐园，玩具乐园，这里是我心爱的家园。飞机、火车和轮船，穿越大海和山峦。布娃娃、来过家家，还有我的小黄鸭。滴答答，滴答答，吹响我的小喇叭。玩具乐园，玩具乐园，这里有我的好伙伴。玩具乐园，玩具乐园，这里是我心爱的家园。玩耍过后要收起，一样一样放整齐。爱护玩具人人夸，啦啦啦啦啦，滴答答滴答答，吹响我的小喇叭。玩具乐园，玩具乐园，这里有我的好伙伴。玩具乐园，玩具乐园，这里是我心爱的家园。飞机、火车和轮船，穿越大海和山峦。布娃娃、来过家家，还有我的小黄鸭。滴答答，滴答答，吹响我的小喇叭。玩具乐园，玩具乐园。玩具乐园，玩具乐园，这是我心爱的家园。玩耍过后要收起，一样一样放整齐。爱护玩具人人夸，啦啦啦啦啦，滴答答滴答答，吹响我的小喇叭。是大哥。比赛，继续动肚子，
好，我看比赛，我们齐头并进哦。哇，大哥，这些人好酷呀，怎么在墙上爬来爬去的呢？嘿嘿，那当然了，他们正在进行攀岩比赛呢。攀岩是人们在天然岩壁或者人工岩壁上进行向上攀爬的一种运动项目，根据场地分为自然岩壁攀登和人工岩壁攀登两种。竞技攀岩在2020年东京奥运会上成为正式比赛项目，在各种高度和不同角度的岩壁上，运动员需要连续完成转身、引体向上、甚至跳跃等惊险的动作，因为它是从登山运动中演变出来的一项极限运动，有很强的技巧性和冒险性，所以被称为峭壁上的芭蕾。大哥，竞技攀岩是奥运会比赛项目，用的场地就是人工岩壁吗？当然了，天然岩壁可不行。这是为什么呢？天然岩壁是大自然在地壳运动的时候自然形成的悬崖峭壁，人们要根据环境自行选择路线及攀登地点，因为在户外不但容易受到天气的影响，而且攀登路线也不可复制，再加上挑战天然的岩壁具有很大的危险性，所以并不适合作为比赛场地。哦，原来是这样，那人工岩壁能解决这些问题吗？当然了，人工岩壁的难易度可以根据人们的需求直接控制，为了比赛的公平，赛道也可以完全复制。人工岩壁不但没有落石等意外风险，同时还能提供非常专业的保护措施，这样运动员们就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水平，让比赛更精彩了。对了，不管是在室内还是室外，攀岩者身上都有一根绳子，它是干什么用的呀？让我来考考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攀岩者身上的绳子有什么用途吗？我觉得运动员可以看着头上的绳子往上爬，这样可以更快地完成挑战。我觉得绳子可以保护运动员，让他们不会从高处掉下来。小朋友们太棒了，攀登者身上的绳子叫攀岩绳，它可是攀登者最重要的一项安全装备，因为攀岩是一项非常有挑战的运动，攀登者会从高处失手掉下来，所以需要用攀岩绳来确保他们的安全。尽管攀岩绳的尺寸、长度特别的多，但是所有的攀岩绳都是用尼龙绳编织制作的，因为尼龙编织绳不但具有良好的耐磨性，还有一些弹性，能缓解攀登者突然掉下来产生的拉力，起到保护的作用。原来这条绳子是保护攀岩者的，怪不得每个人都要带着呢。是的，小朋友们，我们今天了解了哪项比赛呢？攀岩比赛。没错，下期节目我们还会继续为小朋友们介绍其他知识，一定要收看哦。再见，再见。小朋友们来信了，我们很高兴。小朋友们来信了，我们很高兴。咕咚信箱。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绿泡泡。咕噜咕噜，我是最最可爱的小咕咚。溜溜溜。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玲玲。好的，玲玲，接下来赶快告诉我们今天是哪位小朋友给我们寄来了视频吧。
嗯，好的，玲玲，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你笑起来真好看，像春天的花一样，把所有的烦恼，所有的忧愁，统统都吹散。你笑起来真好看，像夏天的阳光，整个世界全部的时光，美得像画卷。哇，好棒耶！太棒了！咕噜咕噜，小朋友们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央视频，点击关注智慧树，里面有更多精彩内容哦。好的，小朋友们再见。